你选的是哪个县市哪一区有几个候选人，要选几个，你是几号？高雄市第四选区左营男子，然后十八的金八的，我是登记第一号，关中港第一席。你过去的职业是什么？职业军人。人家说激进的人都很激进，是真的吗？我很平静。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？小小白。错，小白兔。如果扫街或站路口时，你最不喜欢民众做什么？看我看得太专心，撞到前面。你最不能接受民众或网友呛你？中国人。平均选一个议员要花多少钱？据说是1500万。那你们花多少钱？好像还不到100万。你觉得选举到现在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变黑。最近人家都在提北漂，身为高雄在地人的你，有什么话想对这些北漂的青年说？欢迎回家。人家都说这样的高雄我不要，那你想要怎样的高雄？这样的高雄你不要，那你就不是高雄人啊！高雄人不管怎么样我都要，好吗 ？This is my home, OK？ 如果有人说你讲话有南部腔，你会怎么回应？啊，恁爸的下岗人啊，无咧？为什么高雄捷运这么少？是中央不给盖啊！就是拜托你了，南部有起山猪啊，又不是你。你最喜欢的高雄景点是？园中港的海边。你要讲什么？拜托大家，我少年家一个机会，我高雄在地少年家一个，就是我高雄后一代一个机会，感谢大家。用台语介绍一下你们，现在录十秒钟。大家好，我是代表基进党参选高雄市第四选区中央南麻溪市员候选人李兴涵，登记第一号中央男子汉李兴涵，拜托大家感到支持。人家都说蓝绿一样烂啊，或是蓝绿二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如果你的心中只有蓝绿，你看什么都是蓝绿。虽然还没选完，不过这阵子以来，你最想感谢谁？我的女朋友唐婷。然后还有一起帮忙我的志工博翔啊、俊宇啊、陈都啊、大吉啊、Peter、红英等等等。开票后结果发现落选，你会怎么办？还是要卸票？开票了结果当选了，你想你会说什么话？是另外一个开始。